对，他得上午看看字。开了吧，就是开没了。笑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啊，有笑人来了。今天现在几点钟？11:51啊。就是今天现在正在去往下一个工作的路上，然后呢，因为明天是生日嘛，所以说就想今天上线跟大家一块儿简易的聊一聊，因为在路上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生日的一些安排什么的。对，能不能听到我讲话？听得到不？听得到 Q1， 听得到 Q2， 看一下屏幕就知道了呀。听得到 Q1。等一下，它应该是有延迟吧？应该有什么？可能是。有一。老板，你上分。加回去。现在，他刚刚断了之后，现在连上了吗？连上了。但是我怎么看弹幕没刷了？应该是卡住了。没有，我这儿还很好，我这儿很好。哦，那对的吗？那就这样。大家都在祝你生日快乐啊！明天你过生啊！戏过了啊，戏过了吗？戏确实过了一点。我以为开始玩了。然后呢，就跟大家在这段时间，这个想想。就不跟大家聊太久了，因为挺晚的，大家一会儿也可以早点休息什么的。这是你的家。我觉得你要让大家先不要说生日快乐，我感觉这个屏幕选择提示你了，还有一会儿。我怎么那没办法吗？你们不要说生日快乐。我今天不快乐。一会儿就快乐了。大家有说我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分那个帧数不高，所以不可以。今天那个什么嘛，有那个有这个直播呢是有滤镜的，可能后面唱也慢，主要是我们这个光太强，一下子就是，我觉得主要是还是你太耀眼了。其实对于我来讲，我也觉得，哎，你平常过生日会怎么过？我吗？先给自己买一个蜡烛。再买一个蛋糕，然后放在桌子上，唱一首生日歌。自己唱。上次不是你帮我唱的吗？我什么叫帮你？大家，好不好奇我今天准备怎么度过我自己的生日？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。今天其实过生日特别简单，因为。周边环境问题都是在一个车里，然后呢，本身今天也是那个什么嘛，挺晚的了，所以说决定就这么过去了吧。因为其实我感觉我是一个对生日没有特别强的仪式感的一个人，对，就平常过生日也就是大家就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啊，就是跟朋友一块聚一聚，然后去。
玩一玩，去吃个饭这样子。然后有工作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工作当中度过了。是的。但是这种也是第一次吗？这种，因为我好像是第一次在路途上，对，到零点。对，因为之前其实都是，相当于都是跟大家一块儿过的嘛，生日会。哎，去年生日。是在家里面的，啊，因为我觉得生日，就对于可能对于你自己来讲是一个生日，对于自己来讲的话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会更加觉得它算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一天，就相当于是正常的一天，就是这个日子到了，就只是这样而已。稍微有一点多一点点意思，是吗？3分钟就要那什么了，三分钟就到零点了呗。对，别就别生的你开心了。如果我说不开心，你会怎么让我开心？我跟你讲个笑话了。你讲吧，那先讲，先讲。嗯，皮卡丘站起来是什么？脑筋急转弯。皮卡丘站起来的话是什么？感觉你以前讲过这个。对呀、啊，皮卡兵啊。对，皮卡兵在里面就是皮卡兵。但是皮卡兵不会少一只腿吗？皮卡乒乓。为什么少一只？兵是两个腿啊。哦、对对对。皮卡兵。更不开心了，咋办？没事，还有两分钟呢，我希望能坚持。要开开心心的人就像这种简单的环境也要过得很开心，感谢这么多小螃蟹陪你一起过生。这个路途呢大概会持续一会儿，那一会儿差不多到时间，我也觉得就是流量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可能就会关掉直播，然后大家就可以一块儿去休息了。生日快乐，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仪式感，所以说大家给你准备了一个小蛋糕，还有是让我生啃是吗？啊，生啃吗？不用了，还有生日的蜡烛点上。你不是你这样拿着，完了我感觉我很那个什么，我这样拿着，我帮你拿着。然后你许愿，然后我给你把蜡烛关上。等一下，你要在前面一点。对对对，好，得，好这样，看不到了，对，得这样，这样吗？对，这样吧，那你就拿出这个，拿出这个。好，我许愿啊。好，你想想啊。好，取完了，吹一下蜡烛、哦。吹蜡烛，吹了吗？好，蜡烛吹灭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拿个什么？哎，但是其实我是不能吃蛋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蛋糕就太那什么了，热量太高了。
今天你过生日，你想干嘛都行。哇，是一个蛋糕什么？这个是奶油啊，是吧？我觉得我们就不分了，你就直接拿勺子这样吧，就你就看你吃一口，你直接吃一口，对，只能吃一口，只能吃一口，还有个这个，只能吃一口，就说我今天只能吃一口，只能吃一口，算是一个重中你吃一口。啊，那我直接这么吃啊？那你把那个盘子给我咬一口。你的意思弄到盘子里？啊，只让我吃一口，不是一勺？对对，只一勺，一勺你只能吃一勺，你只能吃一勺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这个一勺，你天哪！这算一勺？算一勺，算一勺。讲实话，今天我这一勺下去，那不得是我自己多跑多跑。对，多你吃多少，然后自己都得跑多少。但是太瘦了，可以稍微吃一点点吗？哇，这种甜点的滋味好久没尝过。哇。其实如果是在以前，我不会觉得这个蛋糕有多好吃，但确实这种甜的东西太久没吃过了，觉得好香啊。我觉得你也挺想吃的。没有，我一会儿吃。你再拿一个盘子，自己带一会儿吃。你先吃了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是我自己的礼物，可能你不知道是什么，但是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我是完了，你说。你什么礼物啊？我找一下我的礼物放哪了。我的礼物就是这个，就我一个黄色的信封。明天可以不来上班了，谢谢。没有，你平时不是说我平时有可能平时话多吗？杠精抵用券。觉得你杠精，我但是一个月只能用一次。而且还先本人使用。OK，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用的。你比如说嫌我话多的时候，你就给我一张上面写礼券使用说明。本券可抵扣王俊凯、马俊日常杠精一次。本券不可替代其他产品，找零不兑现，只支持本人使用，初始密码990921，使用日期2020至2021年9月21日。就是我，相当于我一个月只能用一次，到明年正好又用完，然后你明年再给我12张，那我就是无。不然，但是我俩一个月也不可能杠一次。那是一个月杠30次都不可。对呀、啊，你一个月使用完了，后面可能就没法抵消了。可以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，挺管用的吧？我觉得挺好，我觉得这个你如果说什么，我就说好，听你的，就让我闭嘴了。下次在杠的最激烈的时候，就用这种券。我感觉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走。手机有电了吗？因为我手机不，手机没电了。谢谢大家的生日快乐，谢谢谢谢。
望大家能够天天快乐，天天开心这样子。不是，我怎么也能吃我豆腐？幺二幺二幺二，为什么？重庆话是幺二。那倒没有，我不敢。看一下，因为听说大家也有画那种蛋糕，这样看一下，切磋一下画技。虽然我觉得我的画工还是蛮出众的，但是还是看一下大家的画。我在哪儿看啊？就微博啊，刷你的。然后呢？你的不是有一条那个你的生日祝福吗？哎，不是，我点到我自己直播去了。尴尬的。好，就是这个下面对吧？对对对，是这个吗？对。我怎么这么……不是，你没有蛋糕啊。快，大家把自己画的蛋糕发在那个评论区里面。有，是这个微博吗？是这条吗？是这条。有没有蛋糕啊？我想看看大家画的蛋糕是什么样子。我估计现在大家正在投稿中，等一下。是吗？对，正在投稿中，应该是有的，往下翻。可是这不，这都是信哎。这不上面写的一个迷你蛋糕。哦，这个。21。啊？哦，没有。我以为我想成我的密码去了，我在刚刚你在说那个，我想成我的密码去了。这个是画的，是画的，画的可以，这个画的可以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画一个，但这个有反光，我觉得。点一下屏幕吧。我这是不行啊，这个是反光的，看不到。这个是亮的。我好大声传过去。哎，你说的船那个什么中餐厅是不是要播了？啊，看看，哦，还没到。哎，这边有两个，但是我大家看不到我这个呀，对吧？看不到。这样我描述，看你们能不能最后能把这几张图找出来，找出来的人有没有什么福利？你说，福利得看到我。就是现在想不到，这样吧，找出来的人就是完全找对的人，就是我想想啊。这但是这个你不好去那个兑现这个了，但是对，我就是描述嘛，描述一下。刚刚第一张就关键词路飞，然后呢还有钻石。你截个图。哦，对对对，找得到这个。我想截个图。好，然后下一张。
下一张是在一个生日快乐歌中的蛋糕。哎，对，就是那个蛋糕呢，是那个形状啊，感觉不太好做出来，感觉是只好吃，对，感觉是要塌了，有点滑。这个截图里面截图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再找一张，再找一张，这张照片呢？这个蛋糕呢，上面的东西很丰富，就看上去挺好吃的。然后呢，头顶21，然后是一个蓝色背景，还有彩带，就很多很多的很多东西，什么气球啊、彩带啊、金鱼，然后还有礼盒，这些东西。第三张啊，我一共找9张，看大家能不能找出来。哎，这张好，我喜欢这张。这张我朴素，就两个字朴素。然后呢，看上去呢有点竹筒饭，竹筒，这个就命名为这个为竹筒蛋糕好了。嗯，竹筒蛋糕。哎，这个有我的画风了。这个呢就是什么？烟火蛋糕？不是烟火，这个是能量蛋糕。为什么？看到这个就想到一句台词：哗啦啦能量。哦，对对。能量蛋糕，哎，第几个了？第四个了，但是你这个怎么可能四个？我看几个，是第四个呀、啊，第一个。我怎么感觉就那个能量蛋糕是第？是吗？你我觉得你一二三四五，第六个了。这个马上下一个是第六个。嗯。第六个，第二个我再看一眼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绘图？直接略过封面。得选，得筛选一下。嗯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还没有画好的，赶紧把那个画的蛋糕发在评论区里面。这个呢是，这个蛋糕啊，像碗饭吧？这个蛋糕就挺随意的，就感觉挺随意的，挺随意的。然后这个形容一下就是，这叫螃蟹蛋糕了，哇，叫螃蟹饭。上面的是五彩，但是我没看懂它这个是什么。这个哪个？你说中间的还是什么？对，像碗一样那个。就是它感觉是个碗，但是它可能就是个蛋糕的平面。第六个是螃蟹蛋糕。第7个。接了。第7个，这个是哦，这个看上去很好吃啊。这个很丰盛，料很足哎。这个看上去很好吃，它是那种奶油蛋糕吧？这个应该是，然后。它上面有星星，然后有咋好，还有樱桃，就是一些水果，上面还有一些小花花、兰花什么的，就看上去像珍珠奶茶那个珍珠奶茶的那种。哎，你有看过那种真奶蛋吗？就它上面那个就是要爆浆的那种，就是往下流的那种，很好吃。但是。那已经几个了？8个了吗？对，第7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第八个。下一个是第八个，还有两个。这个下一个找一个。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呢，我将它命名为豆腐店蛋糕，因为看上去像一坨豆腐，然后呢，然后上面有彩虹啊，就是。心情代表。嗯，好的。下一个，最后一个。没截图。不是进来就行，没截图。啊，最后一个了。最后一个。先看一遍吧，我觉得对，往下看一遍，再搬上来选一下。太多了，真的好蛋糕，真的太多了。最后我决定要选个大蛋糕。哎，真的很厉害耶！我觉得他们很厉害，发了好多好看的蛋糕过来，他们速度真的太快了。这个感觉我以前，这个有第三个有点类似了。搬上来看，我猜想
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到底是谁？你是谁？幸运儿？那就这个吧。最后一个就是将它命名为城堡蛋糕，看上去像一座城堡一样。就是大家就想一想城堡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大概类似的。然后它白背景，白背景，然后呢，它就是它这个就是三层，三层，然后呢，三种颜色分别是这个应该叫什么？这个颜色太难描述了。中间反正有橘子。中间是黄色，下面是有点粉红那种，但不是粉红。这个怎么形容？那就这样，白、黄、红三种颜色。那不是白色第一个，就是有点像那种花生，对对对，像红不像蓝花生，像那种有点像奶油的颜色。啊，就这样吧，白、黄、红就这样。好，打卡完九个，哎，糟了，我忘了截图了。我刚刚那个翻了挺久的，最后一个其实能记住，印象还是挺深刻的。好，白黄黄，对，这样吧，最后一个只要是白黄黄都可以。那他们自己画也不行，那我大概能记住。可以。主要是有两个橙子在上面。对，有橘子，然后第二层有橘子，有我的生日出生日期。好，九个蛋糕已经分完了，就是已经选完了。现在呢，因为我这个架在那个，因为我没有架子，所以我是直接用那个一个整套的那个后面的边给它绑在那个座位上，所以其实大家发什么我都是看不太清的，所以我决定我们用这个点进去那个直播，然后呢看一下大家的评论。有什么问题就是跟大家就大家想再互动一下，然后他成功的卡住了。哎，哦，是我的网吗？啊，我两个信号。啊，进去了进去了。哎，那我把这个关掉。好的，现在网络会好一点。确定了。好了。但是，哎呦。进去就是通篇的太少了。通篇的太瘦了，对啊。其实我确实是手了砸了。我想想，不是因为是后面的工作需要嘛，所以说，但是就是瘦是瘦，但是它其实我的身体是就是还是健康的，就是并不是那种饿瘦，对，不是饿瘦的，因为每顿还是会吃东西，只是说吃的不会那么的丰盛，就是吃的都是一些。有利于去健身的一些东西，就是肉类的比较多，就基本上不会吃碳水什么的，然后就是多运动，一直每天运动就会瘦下来，所以其实我看上去可能是比之前要瘦很多，但是可能我现在的体质还是力量什么的都会比之前大很多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现在的精神状态。在路上碰到那些小混混，我都可以一人独挡。有没有那种感觉？没有啊。啊，没有吗？就是看见，好，换一个。这个啥特效？看不见我的。这太夸张了，那个刚才是大的轮船呢。现在大家最好不要刷那个，刷什么？我说不要刷礼物，就问一点问题，问一点就想说的话。现在别刷礼物了。想看肌肉，我最近就是确实在练，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看。那咬肌，我天天吃那个牛肉，我的咬肌很强壮，现在。因为那个牛肉真的有时候吃着吃着太难嚼动了，咬肌锻炼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发达。这也是可惜的。还有什么？
鸡肉看过了吧？来下一个。是假发吗？我是真的，这个我可以给大家证明一下，这个是真的。这个问题我都不想翻出来，你知道吗？就莫名其妙，问我是不是假发？我现在头发是留长了很多，怎么可能是假发？对了，这个头发友情提示是今天袁老师做的。对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对，但是他就是属于像那种上班上一半，然后那种感觉，上了一半他不过来了，他走了，然后他就走了，他就去忙他自己的去了，然后所以他头发也没有办法去整理，就只能这样了。大家如果有什么要说的，去袁老师下面评论一下，去什么有什么想法不好看的话，就直接去攻击他就好。没有没有，我开玩笑的，对不起，我开玩笑的，看一下，不能讲，不能讲，就是全开玩笑，纯开玩笑。袁老师是一个很棒的老师。没有。刷的太快了，就是练眼睛的那种动态视力，对，动态视力抓住一个点，这样看不过来。主要是有那个花的东西在上面，就要唱歌，有时候唱歌的。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。这是什么歌？我没听过。没听过啊？我没听过什么歌？生日歌。生日歌不是想祝你生日快乐，这是新潮的，新潮的，对，新潮的生日歌。哦，这个自拍就算了吧，确实自拍其实可以练习。这样吧，你们截个图，然后呢，就相当我自拍了，好吧？自拍确实太累了，是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有这个。那我就不是现在的，咱们说的不是现在。那有啥？找一个就是自己想拍的时候。那就是明天去了。没有没有，就这两天嘛。这又是什么特效啊？这个太大了，这个特效，屏幕都看不到。等一下，我给你。头发看起来好难受。确实，因为今天坐了飞机嘛，所以说在飞机上可能睡了全程，然后头发就比较的脱形了已经，但是我自己也弄不来，所以就只能将就一下。啊，我给你放一下最新潮的歌。你放，听一下。你没听过吗？烦恼说拜拜，给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说拜。这是什么歌啊？挺好听的，生日歌。哦，对对对，有网友说这是《海底捞》里面唱的什么？特别尴尬那个。好，我们再回答几个问题，差不多没有什么了。嗯，明天要开学了。对，我明天也要上网课，我们学校还是网课。明天周几？明天周一啊。不，今天已经是周一了，今天已经是周一了。我那一定得找我去。我看到一个问题，就问我多久没洗头了，我。难道被他们发现了？不是啊，我今天早上洗的头啊，这只是那个发胶喷了之后睡了之后，所以它看起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耷拉下来的，没办法。所以说要早点休息，真的得早点休息。再回答三个吧。嗯，明天要工作吗？明天是要工作，因为就是
连夜也不是连夜，就是现在就是去明天工作的地方。发际线堪忧，老子真的想骂人，你知道吗？发际线堪忧，那就，唉，这种都已经发现都到了眉毛了那种，哎，发际线堪忧，真是怎么想的他们。两个问题哇，大家都在说早点休息。啊，还不够，感觉大家都是在刷一些。对，突然没有问问题了。有人困了。啊，确实这个已经很晚了。对，一定要得早点休息，大家。对，早点休息，早点休息。然后。就是因为啊，我想现在是九月份，应该是十月份之后呢，啊，可能就是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就会，就是接下来的两个月可能就会跟大家见面就基本上很少了，就可能就是线上的一些见面啊跟大家，所以当然线上见面呢也会就是跟大家多聊聊天啊，多见面一下，这样那可能线下就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了，可能都会投入到一个工作当中。对，那我们这边其实路途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了，所以大家可以差不多先去休息了。对，差不多这样子。唱个歌再走。唱什么歌啊？所有的烦恼说太魔性了，你唱一首你想唱的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觉得那我就不看蛋黄最后一个，就是唱一首歌，对吧？对，唱一首歌吧。唱啥？唱一首点歌环节吗？你这样问的话是点歌环节。点歌环节是不是你问我，然后你说唱什么歌，然后我说了唱什么歌，这个就叫点歌环节。然后你想唱你的歌，那我看大家有没有什么，哦，就是看到想唱的杰伦的歌，仰望今宵。啊，然后你要上次我觉得生长的表格生长，好搞笑啊！太多了，他们想要听的歌太多了。唱一首或者最近自己喜欢的。好多生长，那不就生长吗？嗯，怎么样？那唱生长，就是生长挺多的。唱一段副歌就好了。嗯，唱一段唱一段副歌。从开始到现在没数聚光，是你们的期待印在我脸庞，总有太多故事讲，有歌要唱，快乐我们分享，抬头花心地埋葬，演出散场我还独自张望，
从现在到未来每一个方向，有你们的支撑给予我力量，看着我肆意生长，勇敢去闯，发自内心的为我鼓掌，有你们一同前往，没有什么能阻挡，有爱就有光芒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差不多今天的直播也就到这里了，然后大家就早点休息，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路途上，然后估计关了直播一会儿也会休息一段时间，那大家就。